OK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豪鲜肉铺哦，就是呢，这两天我们呢有一个拍摄计划，是要煎牛排哦，是要煎牛排，然后是要招待我们这个岳父岳母，还有我爸妈，还有舅舅舅妈，他们要来我们家，算是默默第一次要下厨给他们吃了哦，那大家应该会蛮期待，我自己也蛮期待这个计划。然后呢，这一间店铺很酷，我在网络上面找到的，它叫做豪鲜肉铺子，在林口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、很宽敞，整个很宽敞。然后呢，你看哦，这里有蔬菜。其实我发现这种肉铺哦，其实我现在比较喜欢在这种肉铺买食材，因为有时候我去超市啊或什么的时候买的时候很大很多，可是我不会挑，但是像这种肉铺呢，通常单价会比较高，可是他们都会比较帮你去挑比较好的食材，而且他们的包装你看看、啊、如果你是要吃火锅肉片的话，哇，和牛欸，啊，日本 A5 和牛雪花肉片， Oh my god， 你看啊，这里还有各种肉啊，还有牛舌、澳洲牛、美国牛，哇！你看这个 ，Oh my god！ 而且其实你看哦，它的价格有便宜有贵。那这个就是日本的 A5 级，这个沙朗头肉片三片761。对，这是来自日本、纽西兰的、美国的，其实都有。你想要吃什么样的等级？我觉得还不错。你看这里有这些大包的美国顶级无骨牛小排的肉片，它生蚝，连那种牛肋条都有。我不知道你们习惯去哪里买肉，像我们自己吃的话，相对的就比较随便，所以有时候就可能随便买肉，就反正煮面嘛，煮火锅就丢下去。热一热就吃，但是明天不一样，明天是三位贵宾要来啊、哦，我们岳父岳母要来，所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。我刚才就有看到民间的牛排，然后呢，我们其实刚刚在挑，就是我请老板刚才已经有先跟我聊过，最后我是选择这个日本的。A5 法兰克牛排，哦，这个肉你看这上面的这个油花很漂亮，而且这个几乎不用下油，因为它本身呢就已经有油脂，而且比较不容易失败。你知道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厨艺等级很容易失败，所以刚刚就有在挑是要这种美国的 Prime 的嫩煎的沙朗牛排，还是要。和牛，那其实说实在话，就是我们家的岳父大人以前是在这个美孚哦出生的哦，美孚的元老级员工之一，所以他们对于吃牛肉啊、吃牛排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专业，所以本来我想说啊，不然买这个好了，对，又大块，然后又不会太厚，你看这个呢。这块它大概是切1.5公分哦，就比较不容易失败啊。那你说像有时候煎到这么厚一个3公分的这种，就很怕会失败，里面就太不熟。所以我本来想说买这个大片，可是就想想不对，我们家岳父大人哪这么容易，你懂吗？他这个专业吃肉级的，所以我决定还是买日本的。A5 法兰克牛排，那它是熊本牛，是熊本那边过来的精修的，布鞋，不知道怎么念。OK， 所以我会买3块这个，然后2块那个。然后呢，它还有这个骰子牛。OK，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，我以后应该都会来这边买一些肉。像这种肉片，回去煮火锅可以吃。
这是什么？可丽可乐饼哎，煎可乐饼好像还不错哦。北海道的，限量优惠6折，蛮酷的。看一下，哦，它这里也有一些汤底，昆布汤、麻辣汤，但明天是牛排，所以应该是不用。OK。哦，它这里还有赞岐乌龙面哎，这个那我没有，这个是章鱼烧哎，因为我明天除了煎的，我还有炸的要考量。这个面可以买给布布吃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这个章鱼烧啊，它一定要用那个吗？一颗一颗冻的那种煎吗？不用，它只要你稍微油炸，是就是平底锅稍微油点油煎，然后再放入气炸锅气炸就可以了。OK。烤箱烤就 OK 了。所以就不用一定要一颗冻一颗冻一颗。不用，完全不用。而且它你吃下去就发现仿佛置身。在日本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，超厉害，很会讲哦。真的超厉害，假的？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带你回日本。哎呦，这个应该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吃。超爱，小朋友很爱吃。对，适合给小朋友吃。对，婴儿真的会比较喜欢。真的吗？推荐给你。老板很会卖东西。你看一下，梅花猪排，这个我是觉得蛮可爱的。还有韩巴骨汉堡肉排，默默很爱吃这种汉堡肉排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边。哦，它这里还有水饺，哎，干丹，干丹 ，Win， 你们什么时候出水饺的干丹？我们刚才去干丹嘞。汉堡排，哦，还有贡丸。其实它这里很丰富啊，海鲜也有。哦，这里还有很多海鲜，我这里还有鲷鱼，可是我真的不会煎海鲜，我超不会煎海鲜。这里还有猪肉，然后哦，还有哎，这家很好吃，三季鱼饺很好吃。还有明虾，还有明虾，390，哎 ，OK 耶，这样这么多才390，600克，泰国虾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明天要不要煎个干贝啊？煎这干贝感觉还蛮好吃的耶，而且不贵耶，它这个才390而已耶，可以明天可能一块牛排，然后配个干贝。然后放个花椰菜，炸物。它这里好像没有太多，这是鸡肉。它这里好像没有太多的炸物。然后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就是面条类的，面条类意大利面类型，然后还有浓汤，耶，很多哎，这里很多。然后啊。这是什么？牛肉罐。这个是什么东东啊？这个好酷哦。这个是空壳子吧？这个是空壳子，空壳子。里面有肉的吗？不懂。这个太酷了，这个太高级了。它还有松露酱、鹅肝、鲑鱼酱啊，然后呢，我要买一瓶这个玫瑰盐。哦，它这里很多哎，有海盐、玫瑰盐、黑胡椒、白胡椒、柠檬、纯肉桂、纯五香、辣椒粉、七味粉、迷迭香粉都有哎。好，明天买个啊，不是啊，我应该要用这种。这是盐盐，我应该要用这一种比较屌。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啊？
这是手转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手转的，手转。这一罐是研磨好的，这一罐是手转的。那手转的特点在于说不容易受潮，因为颗粒本身结晶体大，那磨好了之后，磨好的话，由于它变得细粉，很明显差异。它变得细粉之后，它接触的空气的面积比较多，所以久而久之比较容易受潮。所以通常蛮推荐买整罐的，而且看起来很专业。对，我正在想这个事情，有没有可以考虑换这一罐？好，那我换这个。没问题，我换这个。好，没问题。OK， 那边有吗？那边有这个，我再换一罐现成。OK， 换一罐。OK， 好，我等一下去给大家看一下。他们这里，花名，谢谢。他们这里有菜单，菜肉单，材料单，可大家地址自己看一下，在文化一路一段26号，可以，或是你们直接搜寻也可以。哦，你们这里有这个？没错，日本进口八方。我去过现场，在长野。你有去现场？嗯， okay. 在长野县，对对对，我有去过，他在一个寺庙的旁边，然后就有一整大间都是卖他们家。它是算是一个百年老店。对对，老店，然后专门做各式粉性香料。对，七味粉。对，七味粉。我有去现场过。哇，不行哦。好，他们家有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他们有很多口味，像这是梅子口味，梅七味粉，然后。这个是三倍辣，对，就是他们家这个七味粉很厉害。好，它这里还有香蒜片，这个香蒜片就明天直接把它撒在旁边就好了。这个香蒜片是不是直接明天把它撒在那个旁边？您可以配牛排去吃，当然你可以稍微煎一下，煎完牛排爆一下嘛，稍微爆一下。对，然后它直接吃的话非常牛排，因为它的酸味很浓，非常浓郁。对 ，OK， 对对对，非常适合配牛排。好啊，对 对, 对，那煎完牛排之后的油稍微把它爆一下，对，就最后要起来的时候，对，掉下去让它爆一下，然后就把它浪起来，对，一起跳舞。OK， 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，高师姐。那我可以煮意大利面吗？可以，可是它酸味很浓。对啊，所以很喜欢蒜的话会很喜欢。对对，最后再对对对对对，跟着油一起爆香也可以，也可以可以，那直接吃也可以，可是很辣，很辣。也可以。OK， 好，那我也把这个。好，没问题。所以我还缺什么？应该差不多了。你的东西应该到齐了。好。对，好。这两瓶正好在促销，可以购物。有。这个我们家好像还有。还有啊。我们家好像还有。没关系。好，那总共今天买了多少钱？我就写在标题上，大家就自己看了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，就是你们也是住林口的话，你们想要买，就是比如说我朋友来啊，招待比较好的肉品，或是你自己也比较喜欢吃和牛啊，或比较高级的肉品，你可以来这边买。哦，我得到了，是不是？你喝特许，特许，可以做。OK， 特许三块。日本 A5 精修，然后还有这两个大块的，然后还有这个 OK， 那就这样子咯。相反之欲发在下方的说明文，你们要吃好的肉就自己再来好吗？他们就下次一天见啦，拜拜。没问题。那